远离农药，清洗步骤不能少，享受美味也要吃得健康。美甲联合水果蔬菜都很好，但是呢一定要把它清除得很干净，要有农药的残留，这边影响了咱的身体。上面有农药残留，把它泡在盐巴水，盐巴水它有渗透压，反而会把那个农药让它吸到里面去。这个是用那个日本北海道的美济贝做的天然的单一成分，单一成分就是钙。这个可以洗蔬果，可以洗海鲜，一包里面分量就是2000cc 的水，三分钟到三分钟。除菌粉洗过的，煮出来青菜不一样，泡过的花椰菜它煮起来会特别的清甜。这个海鲜去除腥味，保留鲜味，它这个都用除菌粉把它泡过的，没个穿烫，营养都不会流失。这些蔬菜用天然除菌粉洗过，小朋友们用心的感受一下，真的不一样，感觉很健康，然后很放心。美国、日本都是专利，日本那个咱台湾的科技大学都检验合格。你种菜时一定喷一罐农药，都那不爱喝呢，这农药咱个加落去，咱囡仔就知用这个洗。只有清洁料，煮起来物件颜色就是很干净，然后你吃的也很安心。